来，两位这边。让 Dennis 欢迎更多的贵宾来到舞台上面咯。我们的同事可以一人拿一个花型吗？让每一个人拿一个好不好？看看周边的相机，不然拍你前面那个摄影的，看看我们周边的相机，再看看你的左手边的 camera on the left， 看看他右手边。刚刚我们非常忙，忘记带上自己我不是送上，没有啦，谢谢你。Randomly, everything is good. Randomly， 谢谢谢谢。You can dance to you， 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 ，the camera right in the middle， looking good。再看看您的左手边。看看你的右手边，佩臣请留步，谢谢你。也看看你的左手边，再看看你的右手边，来三位这边，谢谢 Jane， 谢谢一丁。像你的相机哦，对，他谁呀？哦，都不用玩了吧？谢谢各位美女朋友，给按快门，这个闪光像午后雷阵雨一样，太酷了，谢谢。来，再等右边。还有谁没有拍到的？来看这边，发出声音哦。这边，下面这边。粉丝手机也算哦，还有谁没有拍到的？来右边，右边。佩臣右手边苦苦哀求，你们在右边啊。还有谁没有拍到呢？谢谢，再拍下去我真要出血真急了。欢迎洪佩臣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这个牌子应该是将来在台湾要非常 hit 的牌子的吼。它已经非常 hit 了。其实我认识这个品牌是因为我平常很喜欢买太阳眼镜。然后呢，我就上网，我都是在家里当宅女网购。那我并不会因为某一个品牌选择太阳眼镜，所以我就上网挑我觉得漂亮的款式。就我在购物车结账的时候，我发现。我挑的三只太阳眼镜都是 for our sake。那分享一下为什么它这么 eye catching 对你来讲？其实我自己觉得亚洲人选太阳眼镜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，就是呢，我觉得要符合我们的脸型之外呢，它有很好的鼻垫。鼻垫？对，它的这个鼻垫呢。可以让我们的脸型看起来非常的立体，而且呢，就是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。同时呢，因为它戴起来很轻，你可以戴一整天，然后都不会觉得头痛啊，或者是觉得很紧。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选太阳眼镜很重要的。那当然，它的款式是很时髦，然后很简单，不会太抢戏，可是呢，又让你出门的时候有时髦的感觉。所以没有抢戏，但是永远是现场最亮眼。为什么建议你戴这一支啊？为什么是这一支？今天我选这一支是因为我喜欢，跟今天的衣服搭配，然后它是有点圆框，然后有一点金属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，不会太夸张，可是呢又很有型。那你家里面有几支 for our sake？
你刚刚说买了三只嘛，这一只应该是建武送给你，所以有四只了。我家里大概有七八只 for our sake 的演讲。那你都怎么搭配？你平常的穿衣装扮是什么样的 philosophy 呢？其实我觉得我今天穿的衣服就是跟我平时喜欢的差不多。我喜欢比如说大大的西装外套啊，然后因为我自己就是长得比较就很女生嘛，所以我喜欢穿一些比较帅气的衣服。我觉得平常的搭配就是要有一点反差，眼镜也是一样，就是其实你今天如果穿 T 恤牛仔裤，你就是可以搭比较夸张的。可是如果今天打扮的已经很抢眼了，其实你可以戴一个比较低调的眼镜，可是还是有你应该有的气势。今天年装扮就像韩星走那个机场 fashion 的，就像个名模一样，然后走在机场的感觉。谢谢，非常非常到位。那谢谢。待会大家准备进来收藏华拉森了，你在收藏华拉森有什么特别的 tipple？ 因为你今天网上看很多了嘛，嗯，什么除了鼻垫之外，还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呢？其实我觉得 For Our Sake 有很多所谓我们的百搭款。其实像这样子的眼镜，你配任何的衣服都可以搭配。然后现在今年这几年其实会流行那种有点像飞行眼镜，就是比较平的眼镜。我觉得那个我们也可以有一副，其实它的设计很简约，很简约，可是呢又很有记忆点。所以我觉得像那种几种经典款的都可以买，像我现在脸上戴的这个也是可以，春夏秋冬都可以戴。先恭喜你，你的网购生活从现在开始已经没有了，接下来你是实体 shopping 的时候，会我们嘉义光选把它拿到台湾了。那今天有带钱包来吗？当然，好吗？我的卡已经先摆在里面了。是吗？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先多拍几个照片，赶快完成。想不想换一只眼镜？新闻，你可以挑一只新的眼镜给佩岑吗？ She's taking taking 来右边，自己设计师对，他也是 dilemma 来佩岑右边，来了。新闻选的这一只，那我们两位先拍个照好了， send to upstage ready， 两个人交换了， take a straight， 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。到了，好。各位艺博文，当你 PO 这张的时候，要打创意总监希文，因为现在看起来是大明星了，你们还是打个明星，是创意总监希文。谢谢希文，谢谢谢谢。那佩岑，我们多拍一下照片，我们就电子媒体采访喽。来，佩岑右边。最想要访问的媒体朋友们，你的麦可以，对，要从左边，一个很窄的巷子，慢慢的过来找电视室，谢谢。右边再说。佩岑，一个眼镜拿下来，看得到谁？好，来。那我们来联访喽。靠近眼镜可以高一点，眼镜可以高，眼镜拿起来。高一点。对，好，来，好。可以吗？来右边。来中间。来中间，谢谢。来佩岑右边，来后面，好，来中间，右边这里，中间这边。Lydia 闪光太强，但是可能戴眼镜了。谢谢，我们来电子媒体联访，谢谢，谢谢。来右边，你好，这是 S 右边。来，我们好好位，来下面先生。谢谢，这边帮上面戴。谢谢 ，Thank you， 谢谢，谢谢。